小玉，我进来了。不行，怎么不行？我身体很虚。。那天调查赵一斌的事情，就我们俩知道。你不会怀疑我吧？我才不相信你会做出那种事情呢。你不觉得云姨最近十分关注我们吗？有吗？爸爸虽然对感情不敏感，但是云姨还是很细心的。我又哪里惹你不高兴了？我已经让珊珊回国了，她一到，你们就完婚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不会跟云莎莎结婚的。姐姐，要不你考虑考虑我呗？秋雨，你要是再和我开这种玩笑，我可打你了啊！走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只把秋雨当弟弟。他一直在你身边打转，分明对你心怀不轨。但我只喜欢你，别人怎么反对都没有用。阿玉脾气太倔，他现在只听你的，算爸爸求你了，趁你们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，想办法和他分开。你怎么一个人喝了这么多酒？他是不是又惹你了？姐姐，今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。鄙视什么呀？阿玉哥哥都已经喝了那么多了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你谁啊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是他的未婚妻。微微姐，你的朋友这么为难阿玉哥哥，你也不管管？你还是管好你的未婚夫吧。你怎么了？别碰我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不然呢？是不是因为秋雨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瞒你，相比于你而言，确实秋雨和我更合适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只是姐弟关系。